他们有说闲杂人等不能进去，不然格杀无论。我们在外面好了。哇，这么凶的吗？刘元安。所以他们是在里面那一间，是不是？左边这边。这个是没穿衣服，快跑！对啊，这个小姐姐没穿衣服快跑，哎、欸。快跑，快跑！啊，这个有。对啊，就是在偷看啊。我故意摆那个位置，就是在偷看啊。哦，要上去了，要上去了。我要躲旁边一点吗？还是在这旁边就好了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没有他的消息，我有点担心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啊，但我觉得你们要先帮我找到春哥吧。好，好，你先帮，好好呗。对啊，欸，为什么你会被喷杯啊？刚刚你不是在窗台对好啊，好他的，已突经。然不见了？哇，奶奶，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据点是那个在右喜欢边，一边的啦，啊，左边只好，是游泳池而已啦。吓死我了！你要去游泳也可以啊。他们应该是去找人啦。你乖乖，怎么跳楼？不是啊，我猜啦，可能有人被绑走了，可能身上有拿钱的，可能被绑走了。最忙欸，快避难！又不穿衣服的来了。多少？但是，欸，我不用避难，我可以看。这次紧急状况吗？感觉动了有好多人。其实很多人都在避难的啦，就除了黑帮或要竞标的人之外，啊，就是刚刚也是说医护要穿防你弹们又衣。要避难了？哎，什我以么为东你叫我西？看什么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看路人。走来走去，真的好吗？你是说不我来穿医护吗？局的吗？对，有人听得到吗？诶，听得无到线电啊。吗？你们会去那附近待命吗？已要经过在去待了。命了，在待命真的了。假的？对啊，那你要，要开始了吗？你要找另外快一个了，人十陪点你了。哦。有没有人可以发个那个位置给我？硬邦邦那边。左上角一个红色骷髅头，城市好的的，左好上。的。硬邦邦，硬邦邦据点。我喊你也不在乎。
Maze Call 可以放多大？这样子，然后。为什么不开旁边？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长车的啦，这边就够了啦，吧。换下去。要动一下，免得被冲走啊！你可以开车到带我们动一下。啊！怎么那么多没穿衣服的啦？要不要报警啊？志明上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对对对。快哦，要趁热哦。哇，等一下，你是插进去哦？插进去了。哇。要一段距离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也是哎、欸，问一下，哎、欸，你会觉得我们离这边太近吗？应该还好吧。我是怕他们一来就直接重火力轰过来就爆炸了、啊。对啊。不会吧？我们都医疗车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要十点呢，想看里面状况，要看里面的话，你要去找黑帮的，或是有要竞标的人，才有画面。我们进去就直接被射死了，他们已经放话了。哎、欸，你们都躲在哪里待命啊？还是你们直接站在里面了？在外面了呀。你们有躲起来吗？还是就站在外面？躲在车里。躲在车上而已啊，车上而已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暴雷区有一些好可以 ban 的人了，顺便 ban 一 ban 好了 ，ban ban ban， 啊、，ban， 然后还有谁？ACEWHITE ACWTIC 啊，六三。ACWHITE。
还有那一。我刚编的都是在那边爆雷的，就是什么直接在别台很夸张的说这是谁谁谁。游泳池边有人啊。你车门要锁，你车门要锁。哎、欸，外面的在这里干嘛？我们院长要我们来的。你们院长要你们来哦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要待命，方圆500米外，至少给我到两个街区外。我怕伤害到你们，我怕伤害到你们这些。救护人员啊！好的，那你借我过一下。毕竟我们闲杂人等格杀勿论啊。这我们知道，感谢。走吧。要多远啊？学长去哪里了吗？没看到，跑第一个哎、欸。啊，搬在这边啊。这里只有200哎、欸，扣吧。我看是400了欸、啊、那就这里吧。他刚说几百啊？500啊。哦，在对面欸。他车坏了，他妈的被开车啊！所以我们在这边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被警告了、哦。啊。那你们发个讯息跟院长说一下。要说啥？跟院长说我们被赶到这里来了。都是谁啊？记得喝水哦，吃东西哦。他们的台叫什么？你就去找那个 GTA 啊，你只要看到有人在建筑物里面，你就可以看他的台啊。我叫522，二股22鬼，二郎。我们这一家，你会发现这个不错的地方色彩，我不行了，给予否认的人说明书，别跟他小。嗯。哦，你ban掉了，哈哈哈哈哈。也不对啊，我的 YT 坏掉了。
比赛不是，是竞标。你有看过猎人吗？就是有氪星式拍卖那种，都是黑帮老大在拍竞标东西。然后他们今天要竞标的东西是第二个黑帮的地契，类似地契的东西啦。玛莎基离线。然后这个东西卖那个就是得标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创第二黑帮了。所以现在就是有人就是很多都这种啊，就比如说怕你买走东西就绑架你的人，要挟你说就不要买啊，用你的钱来赎回这个人，类似这种感觉啊。他们还在刚刚那边呢，我们要过去吗？还是谁们？有人说开杀啊！我是不是听到枪声啊？知道了，要爆炸声啊！队长，现在怎么办呢、啊？要不要过去、啊？怎么啦？再过去看一下吗？还是不要了？还没开始。有人喊救命了吗？没有啊。对啊，不要过去。嗯，好。不要轻易的过去哦，因为他们在那边看到都格杀无论了。有人叫医生怎么办？不然我们去啊，我们这边人多。我去也可以，我去好了啦，你们留着。哦，好好好。那三九的人去吗？我去。怎么办？院长，我们车被炸了、欸。狗日的。他们车被炸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凶。我应该也只是把医疗包给其他人啊，对吧？我就不能救人嘛，啊，就当个补给箱，移动型补给箱。哎、欸，那个阴茎，那个好像有人又不见了。谁不见了？个外星人告诉我有人不见了，很重要的。你们要不要谁把这台车先储存一下？我先下去。哦，我开吧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你这台车是你的不是吗？不是我的，我的好像刚刚我下去就忘记存了，就不见了。哦，好，那学姐我们走。哎，那不用啊，我们在这边继续待命就好了。啊，没事啊，就是那个最重要的要买东西的人不在海外。
你怎么躲在这边滑手机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是觉得你的裙子要不要去换一个？学姐，她跟你讲话。好像出神了。哇 ？Hello， 学姐，妹妹学姐 ，Hello， 嗨，你要不要去换个裙子啊？太短了啦，你这一坐下来就看到什么颜色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那我坐前面好了啦。还不是一样。你那个只要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换到第一人称，你只要是用坐姿的，什么都看光了。啊、哦，好的好的，找时间去换一下好市民怎么还笑了？因为他想把位置让给那个啊，重要的人，就是可能身上有带黑钱的人，懂吗？就可能黑钱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可是那个人被海啸冲走了，所以进不来，所以市民就牺牲了自己。那再来可能就是换我了，在哪可以到医院接我吗？好，过去。学弟，我回医院接子 V 哦。好啊，好，那你小心哦，我要开咯。哎，这台不是我的车啊，啊。小五，嗯，怎么了？完了，这台开不了。遇到你们刚刚有看遇到一个叫龙五的吗？龙五，龙五没有啊。就是在那个会场前面，然后戴着一个面具，然后他说他是龙五，然后说什么竞标的人要走开。我们没有去会场啊，我们都在这里耶。啊，这台车没有，你停在会场附近，他就叫你走开啊。会啊，可是刚来叫我们的，我也不知道是谁了，反正就请我们离开。所以冲哥他们到了。哦，我不知道敢不敢到哎、欸，他好像有点小麻烦。这台车开不了了。没关系啊，小五不是还有一台？没有没有，等一下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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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紫 V 跟小猫会过来这边。哦，好好好。他载他过来吗？对啊对啊，刚好他们都在医院。哦。
要不要听进来一点？不过竞标就竞标吧，我记得在里面是不能带武器的。你们要看什么讯息？就只是问说人在哪里啊？好啦，小一点啊。你回到箱子里去吧。是警车吗？应该是。我总觉得是纸币他们、啊。应该都在这边呢。纸币的吧，过来。哦。哦，怎么把坐月子也再过来？他就好奇宝宝想进来看啊，我刚刚有阻止他。你不好好坐月子还跑过来？你这车停在这边不好吧？你要不要停前面一点啊？可以带我去吗？你要去哪里？怎么全世界都知道我坐月子啊？你不要问我。我也不知道啊。那在里面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们要离远一点，不然他们会无视，直接开枪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好好。对啊，我们刚被赶了。你们没有穿防弹呢、欸？会怎么样吗？怕打到你啊？说要穿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。买个防弹背心就成了是吧？是啊。对对对。有。为啥你的衣服也变成黑色的？我们现在是黑衣啊。换个风格。对啊。对啊，现在考上可以换了。青天白日什么的。你要不要也换个风格？可以自个儿换是吧？我们现在是因为穿防弹背心，不然那个 mark 那些都还在啊。后面会有个 mark 啦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也去买一件好了。哎，坐月子的爬高爬低欠打哦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看一下嘛。我不知道多多在是不是在不在里面。不是这里啊，不是这里。坐月子是生孩子了吗？不是啦，就是，这。啊，没事，你不方便，没事，不用说不打紧的。那小猫，你要买防弹衣吗？我正要去呢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要开哪一台？开自己的车好了，成绩不太好，怕把学生的车给撞坏了。哎，这个车牌是 ALT 哎、欸，我头00006，哦0006。他们现在是开始竞标了吗？十点啦、啊，我没有任何消息、啊。对啊，我问一下里面的人好了。啊，就说里面禁止使用手机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我猜的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些不是都这样规定的吗？只说不能带武器，没有说不能带手机啊。哦，我问看啊。停那边没差，就只是一个路口而已，应该不会那么讲究吧？啊！出现了，我复活了，我可以救人了，不是废物了。我刚想说啊，玩个灭火器好了，结果我复活了。
反正至少离竞标位置隔一个。对啦，院长，我不知道，可能在爬过来的路上吧。啊，我可以拿球棍打人了，哎，我可以自己防身了。我至少带一把枪。哎，阿四说院长嘞。对啊，阿院长嘞。对啊，刚刚听什么车被炸了，啊就不见了。院长。你刚刚是无线电的，咋嘞？院长在哪里啊？我们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哦，好，确认一下。你要的话可以传 GPS 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？怎么了，小五？啊？怎么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怎么了？没有？怎么了？你春哥到现场了没？我问一下哦。哦，换衣服的回来了。变态离线。哎，可是他不是挺关，一直都挺关心你的吗？除了老板娘以外啊。啊，这样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要是有什么心事，随时都可以聊聊天的，没事儿啊。好的。不用啦，因为两边待面比较好啊，全部集中在一起，感觉会更乱啊。那个他们会场具体是在哪里啊？小心肝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吧？那边啊，你打开地图，你会看到一个叫硬邦邦的。你手机打开 GPS， 那边就看得到硬邦邦的据点。要不怎么感觉你很有事啊？一个红色骷髅头。太远吗？对啊，在这太远了吧？我没有没有，能不能靠近点？不行不行，刚刚我们被赶过来，他说不想波及到我们医护人员。这样啊。你会不会学长？这个小姐姐我没见过呢。哦，她是之前的学姐，叫奶妹。你好，你好。奶妹你好，我是紫薇。啊，紫薇吗？你好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好啊，你好，多多指教啊。好的。她是紫薇，不是薇。啊，紫薇啊，好。是的，紫薇。那个阿星学长啊，那刚才我还看到小五在这儿呢，在你后面啊，他在那边，在这儿。哎，你怎么躲在车里呀、啊？要不要进来一点啊？哎，你怎么认不得我的车？他好像三，我的车都是白色的，我怎么看都一样。我这一台还跟别人一样吗？好的好的，你的车特别香。哦哦哦哦。哎，那小五你也不能靠近啊！你不是现在不是医护了吗？不是不打紧吗？那闲杂人都不能靠近啊！闲杂人直接、啊、要跟黑帮有关，或是要竞标的人才能靠近是吧？哎，是是是，估计是吧。吧，很想看是不是？想看呀，挺想进去看的。状况怎么样啊？阿星，你得跳一下。
那地上有蟑螂吗？对，你差点踩到狗屎。哎呦，那这个我就会跳了。我想说蟑螂我不怕、啊。我就是狗屎。谁是狗屎？他差点踩到狗屎。哦。看随地大小便。我在埋大便啊。啊！我常在医院门口埋大便啊。哎，学长。啊，下雨了。哼，是。下雨了。学长，跟你讲一下啊，我这接下来几天可能没办法进城。没关系啊，因为。我就请个假啊。啊，好。找个车子进去吧，因为上去躲雨。去你的车勒，不是两门而已呢。去你的车吧。你下来。你去上前面的啦。哦，躲雨，这个是两人个。他的车特别香。好，给你。你不去跟上小心肝那一台，你跑到我这台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随便上的，反正你怎么可以随便上人家的车？啊，你们又不锁门？这不是锁不锁门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啊。记得吃东西哦，如果没吃饱喝饱的。我怕我吃东西，等一下又要海啸了。哦，你刚刚就是吃东西吃去游泳啊？哪有人会吃到海啸的啦？你是喝到海啸？你是喝海水哦？你是麻子哦？哎，点点呢？糟了，我们这个位置听不到声音。他很好了，涛涛啊，我们医务局人都在这边，他不会有事啊。点点怎么没进会场啊？我帮春哥背武器啊，进去武器要没收啊。哦，所以你现在是重装火力就对了。我突然想到之前阿花跟我借一把枪，快一个月前了，他还没还我呢。他搞不好死掉喷掉了、欸。涛涛，你刚被绑哦。没有，差点被绑而已。小五刚好在我旁边，他跟我去的。哦，是小五跟我说那个不是老汪。没有，市民还没回来。我跟涛涛好默契啊。我们一见如故啊。他一直在找那个人啊，结果那个人就跑来绑我了。没事啊，晚点我们处理一下。怎么处理？他有点难找啊。良性劝导啊。叫他不要做坏事了。他会模仿老王讲话。真的假的？老王也可以被模仿啊。要不是小五在，我可能就相信他是老王了，还蛮像的。我什么时候变主治医师？变很久了欸。上班第三天吧，就变主治医师了。因为那阵子早上一直在救人，然后他说可以帮我生。我觉得很像哎、欸，或者是他讲的那个语，讲的东西也很像、啊，就是讲话的方式很像。哎，小猫。我们来看手机桌布，治愈一下，播个广告。想进去听哦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。
我先海啸一下哦。那不就回不来了？好像有重要，不是，好像有重要的人在海关。哦哦，我知道了。谁啊？阴茎吧。啊。啊，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有人，那个对啊，就是重要的人卡在外面进不来啊，就是我先委屈一点。哎，我想去看其他台啊。你可以来救吗？我想去看其他台，看那些在搞事的，好想看哦。哇，里面长这样哦！是傻逼耶，五万更高啊！奇怪，我看那个，我看那个，我看那个最大。去最大的或钢铁人可以偷偷看，带上我们就行。那我们用听的啊。认真叫哦。还是我把你们 host 的过去啊？玩家五十五，也没差，你们就过去就好啦。我现在听 KO 台。给他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蓝椒你是55块还是55块还是55万？当然是55万哎、欸，在讲什么啊？哦哦。好啦，你们就是去找那个院长邓熙，院长就是说自己先离线，然后让人家进来。后面啊，刚刚又还是缺我，就是说那我离线让你们进来，这样子。欸，不然我先关台啦，你们好奇的先去，就去看，可以吗？欸，说话啊。那我先关台哦，大家拜拜。60